我还没三十岁，我就交公贷款来。我现在五十九岁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叔兄去交公贷款，我就是以前都在家听收音机嘛。上人说哦，个人吃饭，个人饱啦。我就在说，个人吃饭，个人饱，他做他的，我妈在做的。我每项都做啊，比如相机啦、福田啦，我买来做福田啦，募心募款啦，咱无伊迄粒心嘛。手工鸡，你手工鸡从啊？手工的款啊？以前人讲就好多安尼现讲现下来。对，兄弟，头家娘你好，要来甲你收新款啦。谢了，好了，谢谢了，谢谢。爱穿高嘛吼，哎，咱别行人较俭嘞吼，就神师爱做啦。哎，人讲神师做了搞搞搞，业大的时阵才有通好走啦。感恩你做主席啦，感恩你初期主席啦。因为当我起一粒善的心量，我嘛就欢喜嘞。只要是讲啊，我这个善念出去，哎呀，当我出来做。啊，我是不是安尼就欢喜？对吧？反正一个福，做一个福啊！谢谢啦，哈，感恩啦。人若叫啥，我就做啥。我无讲什么工课，我无做啦。啊，我是感觉我出来做足快乐的。修行这条路，咱即马就是要结好缘的时阵啦。我上面的脚步要对了，生生世世都对上面来做主宰。